赵凤金。每年的中秋节，家家户户团圆赏夜，而在知名的饮料业者则发起了趣味活动，把登月瓶带上月球，象征团圆，又把梦想给带上月球。而这次业者呢，手持梦想登月瓶 ,4D 的体验空间，让民众仿佛置身在真的月球上头，更请来梦想大使郭雪芙和粉丝互动，来抢先在中秋节之前感受浓厚的欢乐气氛。受到欧股的